好，下面这一节课，请到黄宝珍老师来跟我们上次的大约，那请各位掌声欢迎。好，请讲师慈悲，请到郭郭道夫。感谢讲师慈悲。
发心很重要，如果我们没有发心的话，怎么样子进来，怎么样子可以度众生呢？我们度众生，心发则众生可度。我们要度众生，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哦，一定会遇到一些挫折，因为要有挫折之后得到的果实才会是甜美的哦。那心发则众生可度，愿力则佛道堪成哦。这是一本书上写的哦。那后学就引用来这边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那立愿为什么重要？像有一位地藏菩萨，他说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可是试问各位前贤，我们地狱现在是空的吗？地狱满满的哦，很挤哦。那为什么他还是可以成佛呢？因为他有另一个很棒的愿，就是他觉得我这一辈子我一定要把地狱的全部的都度光光哦，所以他就发一个很棒的善愿。然后虽然他没有办法完成，不过他已经成就了一位仙佛，是这样的赞叹的哦。那还有后学在这边再举一个那个释弘誓愿。时间可能没有很多哦，后学要提早下课。刚刚有跟你们说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写了。其实大家都很，大家都很厉害啊！就众生无边誓愿度嘛，哈，众生无尽无边，那么多的众生，怎么度得完？不是我们就发誓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度光光。又有地藏王、地藏菩萨的那个魄力跟决心哦，那个法门无尽誓愿学。没有任何一个法门。刚刚林老师在台上的时候，有三教，有五教，有那么多的法门，那么多的书，我们是研究不完，也学不完的。可是呢，虽然它无边无尽哦，虽然法门无边，可是我们誓愿法门无尽誓愿学，我们还是要把它学完。那烦恼无边誓愿断，再来是无上佛道誓愿成。只要呢，我们有决心。佛道很高贵，很无上的佛道，可是只要我们愿意学，我们一步一步脚踏实地把它学起来，佛道堪成哦。就是像刚刚说的，心发则众生可度，愿力则佛道堪成。那再来呢，我们一下来讨论一下十条大愿，因为十条有点多哦。那我们先来讨论第一点，叫做诚心保守。有人说诚心保守，也有人说诚心保守。那其实他的意思是都可以是相通的。那试问各位姐姐，报酬什么呢？报酬的，我们说明字词典那一个良心善行，就是我们从老娘那边，好来到房间，我们的那一个原本的良心善，我们就是您是给我们三宝心法，就是报酬的那么纯净的心哦，就是很诚实的。就是保持着它哦，然后把它保存好，然后把它实现出来。那第二点呢是实心修炼。其实第一点跟第二点是这十条中的最终心思想，最精华的就是诚实、诚心抱守跟实心修、实心忏悔跟实心修，就是实诚跟实，就是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，那诚实的面对我们周遭的人事物。那像后学有一个故事，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。有一位富翁啊，哦，他非常有钱，他有一个独生子，在他就是他年纪很大的时候，只有就有一个儿子，是那个儿子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走失了。这个时候他就很急啊，就差一点得失心疯，他就四处找啊，哦，抓到小朋友就看，是不是我儿子这样，就很紧急，然后很紧张啊，派了很多人去找他的儿子，可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找到。可是有一天啊，他就在一个乞丐营里面，发现一个小孩长得好像他的儿子，你就是我儿子，你这里不是你的家，你赶快跟我回去吧，你以后再也不用去乞讨了哈，你就是跟着我去过的荣华富贵的生活跟日子。可是这个孩子，他是从小已经在这个乞丐里面长大的，就是他已经在这个乞丐里面已经生长了很多的日子，即便他真的是这个富翁的儿子，可是他也觉得很奇怪，你是陌生人，你干嘛抓着我这么激动啊？吼，然后他就不敢认，也不想认，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陌生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富翁非常确定他就是他，他就是我，他就派他的家丁扮成乞丐的样子，跟他就是去
我们不一定要靠祈祷来过日子啊，我们可以去哪里哦？去找工作，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，就带着他这个托的儿子去，说我们去那个富有的人家哦，做长工也好啊，哈，打打杂也好，我们可以赚一点薪水，我们可以买自己要的东西，不要只是跟人家一起跑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到这个地方，就到这个托家哈。对呀、啊，老板是遇不到，长工是遇不到老板的哦，就是这样，他也不知道这个家就是那个富翁的家，然后就一年又过了一年，然后那个富翁是有心要栽培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就给他职位，给他工作，给他机会，让他有表现的机会，于是最后让他当上总管的那一天的庆功宴，那那个富翁就借此办一个酒会啊，然后就跟在场所有人说，这一位就是我的儿子，我失散多年的儿子这样。然后那个总管也，对啊，那个总管也就是应该就是的吧，因为他在这个环境有，他在我是之前他也是在这个家长大的，他就觉得很有一点熟悉，又有一点陌生，有一点确定又不太肯定哈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他的爸爸就这样，那个父母就这样跟他讲，他也就欣然接受。那这个故事跟我们现在。当今各位在座各位先生，我们有一点点像，我们当初从老母娘那边过来的时候啊，富翁啊，老母娘就很急啊，怕我们被这个花花世界的一切家庭给迷惑了啊，怕我们就这样再也不回来，然后他明天是叫我们说，明天是跟我们说，只要我们好好修，你会成为仙佛，我们也不敢想，也不敢要啊，觉得太可怕了吧，我只是一个，我只是一个小小乞丐，我怎么可以跟你这么高贵、这么有钱的人混为一起呢？那我们，然后那个老母娘啊就很聪明啊，她就派师尊师母，还有派很多贤贤在我们身边，尊尊善诱，循循善诱哦，然后一直给我们机会啊，带我们到我们熟悉的环境，就是天堂。我们的佛堂就像天堂一样哦，大家都谦恭有礼啊，好，大家和蔼可亲啊，然后都很亲切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。的一个就照这样子的方法，那跟我们老母娘跟佛都很聪明，都这样子把我们带进来这个环境，然后最后啊，然后给我们机会，给我们表现的机会，给我们磨练啊，考验一下我们的道志啊，有没有够坚强啊等等的，这样子就是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要诚心报佛，报佛的我们本来从老母娘那边过来的良心善心哦，那。就是在后学有一个蛮不错的，就是在六祖坛经里面，那五祖要传位给六祖之前的那个当下，他就跟五祖就说，就指着六祖说，汝为第六代祖，要善智护念，要广度有情，要留护将来，然后呢，要言无令断绝，是这样子写的嘛？对，好，李老师对，谢谢。就是要善自护念，护念着什么呢？护念着我们的良心善性，那护念着我们的本来的三宝，就是我们内心里面那一块最纯净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要善自护念护持的，那要广度有情，要去广度众生，不要吝啬说，我就。度人很麻烦的哈，就是我们要发大愿心，要去广度有情人，有缘人这样。那要有福将来，要将道存世海，然后呢，要让道脉延续下去哦，要绵延不绝哦。好，那再来后学呢，进入第二点呢，就是实心忏悔跟实心修业哦。那有一句话很好，他写说：凡人无过，贤人过少，圣人过多。都是一个手指头指出去，都是你不对，都是一个手指指出去。
己三十首诗，同时自己哦。那其实这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因为他觉得别人发生事情的时候，一定是都是你怎样怎样，要是不会这样啊，他们都一般人都不会考虑到自己哦。那为什么圣人会孤独呢？因为圣人是很谦卑的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因为我不小心怎样怎样，都是这样子客气这样，因为他这样子的谦卑，所以他可以成就为一个圣人。所以说，因为标准不一样呢，所以说呢，他就会有不同的想法，因为他自己的标准觉得他永远都是对的，或是他觉得他都是他的不好啊等等的。那再来就是要在行住坐卧，都要小心我们的念头，一个起心动念是就是一个起心动念都是一个因哦。那就是像。虽然没有动作，不过那也是一个恶意。就举例啊，那个社会新闻，就是有人啊，哇，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如果我有一天我把她娶回家当老婆，不知道该有多好，就起了这样因，就是起了一个这样的念头，这样就是一个坏因缘。如果呢，在有一些偶然的机会啊，或是刚好碰到不单啊，或是怎样，一些社会性事件都是这样发生，就是很可怕。那就是因为。一个起心动念就是不太好啊，就是像哇，这个怎么大家好好吃哦，我想吃一口，就是那个，其实就是一个起心动念哦。那其实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小心我们的念头，像那个菩萨畏因众生怕果嘛，就是在因果那边会比较常常提到的。那后学这边带过去，就是代表说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念头，那我们要实心修炼。不要当凶道的客人，我们从小像后学举后学的例子好了，后学从小吃很多佛堂的饭啊，后学是那时候还没有读书，就全天使班、国中班、高中班、大专班，一直吃佛堂的饭长大的哦。那后学这样子一路走来啊，其实一个班会的成就，就是有很多钱钱，付出很多时间跟精神跟金钱，那。今天哈，一直以来都是人人为我。今天我有能力啊哈，我们不要去吝啬说，哎呦，万一你是多么出多么工作，或是在厨房里面炒菜是多么辛苦，或是研究到底多么可怕哈。虽然这些东西就没到，不过我们把它承接下来，因为今天我们有能力啊。今天我们什么都一点能力都没有，今天人家来扶我们是应该的。我们对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做什么就尽量去做。那。就是不要当，就是我们要把佛堂当我们自己，当成是自己的家，要当自己的主人哦。我们要善待来这里的每一位虔诚跟道心啊，因为我们是主人，我们是修道的主人哦。那或许这边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，就是观念会影响习惯，习惯会影响个性，个性会影响命运哦。OK， 一下。杰郎机器人的观念那是没改变。如果他
那这些人呢，个性还是袂改变吼，这些人还是袂改变吼，他的命运就如此而已哦。那就是说，如果说他觉得别人为我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应该的，那他自然就不会信，他就会越来越猖狂啊，那就是自我抗高啊，然后很自大这样，那这样必然是不好的哦。那其实观念真的会影响习惯的哈。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培养一个很好的观念，然后养成很好的习惯，然后影响我们自己，影响我们的孩子，影响我们的周遭的朋友，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形象。因为我们是修道人哦，那我们的个性如果很好的话，我们命运自然会变好哦。不好也会变好，那好还会再更好。那后选呢？再来就是这两点哦，其实这是我们十条大愿的中心思想哦。那只要把这两点保持好，然后忏悔好、修炼好，自然一下都是简简单单哦，都没有都 OK 哦，都很简单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不虚心假意。那个我们的念的时候是如有怎样怎样，如有怎样怎样，那我这边就写不要怎样就好了哈、哦，就是不虚心假意哦。那个我们的课本有写哦，他说性跟天一样，它是清净的，是自自然然的表白哦，那是自然的、哦，就是高明的哦。那我们的心啊，跟地面上一样是薄厚的哦。那我们给它什么种子，它就会生死成就什么。我们给它一个不好的种子，它就会成就不好的结果出来哦。那如果它结得比较好，那其实它后面这边说，我们下什么种就成就什么，就生生不息，千变万化。所以我们要给它一个好的种子，给它一个好的因缘，给它一个好的环境这样的。那他说学道如出成佛有余哦，那就是简单就是说莫忘初衷哦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，可以拿出来给大家。不要忘记我们当初发愿心口的那个当下，我们心里在想什么？那个时候的感动，像后学在发亲口愿的时候，哦，哭了稀里哗啦的。那个时候一直跟，那是什么班？忏悔班嘛，哈，跟院长大人说，我狂保证，我这一辈子怎样怎样。那个时候的感动要记得很久，不要记得一分钟。就是不要记得那一天就好，那一天很感动，隔天醒来什么都忘记了。我们要记得当初我们发心要渡人哈，忏悔班不是要写哇发广告被抽我咋没啦，对吧？被要我们谁要被出国开荒哈，被成就什么什么，不要遇到一个小挫折哦，就不要失去心念，不要开空头支票给老母娘，因为老母娘已经收到太多空头支票了，所以我们要很诚实。那我们要奉行四时哦。第一个词就是诚实，第二个是严实，第三个是踏实。诚实、严实、踏实，那还有就是公实。我们要诚实面对自己，因为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自己。诚实面对自己，然后讲出来的话就是真的嘛，哈、哦。那还有踏实，那脚踏实地这样子，说了算，可是做了也要算，要刚刚那位前面讲要知行合一，知道了是诚实面对自己，讲出来的也要是实在的，他讲做出去的行为踏实，那还有功。就是实了嘛，你的成果哈，你的功，不要说功名啊，就是你的成绩就是真的嘛，哈，就不是混水摸鱼，不是偷鸡摸狗的哦。那不要阳奉阴违，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吧，不要。其实后学今天讲这个是要分体免疫的，不要说一套给别人做，跟自己就是做另外一套哦。像，对啊，之前不是有听过一个故事，是说一个就是即将要办。等一下就要办求道仪式，然后一个
车子跟车子修开，哦，我都在内湖啊，你搁来挂客哦，伊去三个吼，车门开了就开进来，这样子来回家啊，气得要死，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哦？明明是我要出手，为什么要突然送出来啊？哦，真是就开始骂啊，然后说给他也没事，我又感觉好啦好啦，就原谅你了，就赶快门一盖就走了，就出发了，最后就到那个求道的现场。看到今天求到的人，就是看到那个被他骂的狗血淋头的那个，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这个不是发生在古代，这是故事是真实的。那我们不要看到是谁啊，这么丢脸。透过什么经来证实，透过更多的知识来知道说他真的。
觉得啦，哦，就是古代的人，他们讲的方式不一定是现代人可以接受的。那我们就用新的方法、新的角度，然后让别人更可以去接受、去了解、去接受这样，然后把它提出来，那这就是求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求新求变啦，哦，要发挥我们的，就是发挥我们的潜能，哦，把我们的道中发扬光大。那在第五点呢，是夫妻思念主。那妻思念主，主思哈，思跟主这边，它是有很广泛的啊，就是像我们的祖师爷，我们的师尊师母，那我们的灵坛师，我们的灵宝师等等哈，诸位都是我们的师，只要是称为师的，他都是我们的前贤。那我们要尊师重道，我们要饮水思源哦。也要知恩福报，能够讲一个来拜主好。今天呢，没有那么多的前贤，没有从师尊师母那时候坚守道志，然后那么多前人，有老前人他牺牲嘛，哈，那没有这样子一再传承下来，我们今天不会有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宝贵道。我们这个道是从皇帝先皇时期哈，然后经过那么多代的圣人先佛，他们一代一代传承下来，才有到今天的我们呢。对呀，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他们，怎么会有我们啊？哈，所以说我们要饮水思源啊。那因为我们这边是写的比较严重一点，他说我们盖世是充足啊，哈，那就是会有一些世俗的眼光去看的嘛，哈。我们的就是举例某某前人啊，他学历我想哈，年纪又有点大，何时又太清楚，那讲道理也没有我会讲啊，哈，度人也没有我会度啊，哈，我这么厉害，应该哈怎样怎样这样，在这个时候刚好又有别的闹太虚啊，什么乱来的家族是他来考我们的智慧跟根基，他就说，哎呦，你想取到什么地位啊？你更当初哦，来，肯定就有人再来，我再一点时间传出啊，哈，就是这种感觉，然后就会来挖角，跟企业挖角一样，只是这个一挖就不得了了，这不只是耽误自己哦，耽误自己的亲戚朋友，更耽误了我们九玄七祖。所以说呢，大家要有智慧哦，不要，对呀，就哎呀，很容易就动摇了，不要好高骛远，要传出啊，是一门路哦。就是称师做主这样，其实这是比较那个。那其实我们不要欺师念祖啊，就是我们要一直遵着他走就对了哈。我们的老娘不会骗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是当初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眼光这样。那在第六点呢，是鸟是前人哦。那这边的前人呢，不只是前人这一位哦，他就是前贤啊，哈，那想自己，其实在座各位比我们先学的前贤，他们都是我们要尊敬他们哦。那我们先讲前人好了，前人我们要尊其有道，敬其有德哦。那中宗这边有说，他说大德者必受命哦。今天他能头顶天命，可以身兼师命，他可以替代师尊老大人帮我们点道哦。他可以有这样子一个。这么就是有这样子一个，他已经有很棒的德性，就是很高贵的德性，我们要跟他学习。我们学的可能是他表面上的，对呀，就是不要用他这边有写，不要用后天的眼光啊，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哦。然后呢，六祖也有说啊，如果亲人做亲人，则有无量无边之罪。对呀，那其实对别人恭敬呢？对别人有礼貌，对别人谦卑啊，亲切这样，其实也是一种布施哎。人家说微笑是世界共通的语言啊，哈，我们就装一个脸，或是对他笑一下，我们也不会少一块肉啊。就是他再讨厌，我们也是要对他笑，对不对啊？因为出手不打笑脸人，啊，其实在职场上啊，或是各方面，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不如意啊。那不过我们就笑于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又不吃亏。对呀，啊，如果真的有遇到不顺遂的地方，那如果我们真的很顺，我们也不要就是很看高啊，就是觉得，哼，我这么了不起哈，
要太骄傲啊，因为我们对啊，那个地球是圆的啊，谁知道会怎么样？就是我们就是真的，我们在太高处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去轻视别人啊，因为六祖说，我心人所有偏无量罪哦。那如果我们今天真的不太如意，我们就修掉嘛，啊，就是对别人亲切，对别人礼貌啊，那是一种布施哦。那这样子的一个布施，它也是在庄严我们自己的形象。好，他一看到了你的形象，就是一个笑脸啊，或是他看到你的形象，印象中的那个形象，就是一个脸臭臭的啦，啊。其实这是我们自己可以成就的啦，啊。好像我们对着自己笑，镜子应该会对我们笑吧，啊？哈，如果我像你对着镜子笑。他其实对我们出手大，赶快跑，因为太可怕了哦。对啊，所以说啊，就不可能会有那种事情发生。那再来呢，第七点呢是不遵，要我们要遵守佛规，不可以不遵守佛规。那想到规啊，就会觉得有点硬哦。那人家说佛有佛法，家有家规，那真的就是要照着规矩来。那佛规哦，其实佛规真的很好用哎。因为你看哦，今天我们到场，大家如果说我们没有师傅啊，想要师傅，大家都没有师傅，就一个人穿粉红，一个穿浅绿，一个穿深蓝，哈，哦，就是穿什么颜色都有。我们的佛堂一个班会下来就会很杂乱啊，然后很那我们要请戴头啊，请僧头啊，哈，哦，就是什么服装、西装都会出来，细肩带啦、露背的啦、哈，低胸的啦，干嘛干嘛，什么都会有，那就是没有礼貌的，所以我们要有师傅哦。啊，就举氧杯咳嗽，啊，然后去看医生，然后挂号了以后再，然后他喊到你的名字，你就进去，用门打开，看到医生穿着邮差的服装，你就快给他看。我们竟然坐在一起，邮差的提醒啊，就喝过了哈，看着会不会更严重啊？哈，就考虑一下。其实真的要照着规矩来比较好啦，哈。那人家说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好，圆我也会画啊，这样也是圆啊，看得出来我是在画圆嘛。可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圆规来画，半径跟半径要一样长哈，哦，真的太重点了哈，哦。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圆规来画，半径跟半径都一样，这样的圆才是漂亮的，是标准的圆哦。那矩就是尺啊，哈，哦，这样子才是去画出来的那个正方形才会是一个标准的。正方形、三角形这样嘛，所以说，佛规很重要。那我们就有十五条佛规嘛，在座各位先来调一下，调一下，什么是十五条佛规啊？第一点是尊严、先佛、尊贤、礼让、斋庄、奉献、自省、严格道矩、慎重、责任、务责、勤，还有奉献、谦恭、无赖、物尽、慎序、用。形象守序立纪，诸道广念，无乱习法，爱神光护，活佛为事，积念正行。对，那十五条佛规就是 A 点，那就是 B 点。A 点到 B 点最近的距离是还没满对吧？我们可以走这样啊。我们走十五条佛规就是最近的距离。就是捷径，明明的，那你敢从平地准备到一圈，你准备要那样，那个等更远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就遵循了十五条佛规，啊，它是我们身心的戒律，也是要规范我们生活的规则哦。那这样我们才不会容易，才不会走偏的哦。那十五条佛规真的很好用哦。那我们要相信，仙佛都是为我们好的。那后面这边讲的，我相信了。让他听很好笑的，我觉得不要在读经班讲故事哦。那我们那一班的配合度都很高哎，不晓得你们配合度高不高？好，我学讲一下哦。有一个人呢，他的名字叫做，他姓莫。这个先生呢，他的名字叫做莫相信。他呢，身高170公分，体重60公斤。他下午2点的飞机，往美国。
不知道，那我写注音。对对，木香心。不好意思，忘记了。好，有一个人他叫木香心啊，然后他其实现在就是到桃园国际机中盛国际机场就提升行李，就准备要出国。现在刚好是12:30，吃完饭哦，就没事啊，他就搭他身高170公分，体重60公斤，搭下午两点的飞机往远东山去。他就在那边，还有一半小时，真是无聊。就在机场那边绕，机场是到什么免税商店，他在那边晃，就在免税商店的门口那边微微机。他写说，投下50元，告诉你一切未知的事情。他就觉得，他叫做什么？他一定是不相信，然后他就不信邪，就给我打扣了，打扣了，然后那个机器就这样咚咚咚咚咚。他就写，你叫莫相信，身高170公分，体重60公斤，你搭下午两点的飞机往美国洛杉矶。这个人他叫做莫相信，他一定是不相信，他就觉得怎么可能？一定是呢，这边有什么监视录影机，那或是说我刚刚踩的那个地方就有起重机，好，或是说呢，他是随行，他是什么秘密侦探啊？竟然监视我行为，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他就不相信，他就去免税商店里面换装啊，他就换女装，带穿丝袜、穿裙子啊，然后戴墨镜啊，画口红啊，就又跑到那个机器那边，然后那个什么，就一只脚踩那边，因为他觉得那是起重机嘛，他就一只脚踩啊，我下午看，这个时候呢，机器就咕咕咕，这一次比较花了5分钟时间在那时。虽然你现在换了女装，虽然你现在穿裙子，虽然你化了口红，不过你依然叫做莫相信，你依然身高170公分，体重60公斤，你依然搭下午两点的飞机往美国洛杉矶。因为我叫莫相信，所以已经不相信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不信邪啊，他就再去免税商店做什么？换装啊，他就把全身弄得脏兮兮的、乱七八糟的哦，然后乱画啊，弄得脏兮兮，衣服反穿、鞋子反穿啊，然后呢，眼睛戴歪歪的啊，然后又戴一顶帽子，然后用丝袜套在头前上啊，变得完全不像人这样啊，然后就再去那个，而且远远的头，因为他这一年站那里都不站那里了，因为他觉得这一定有蹊跷，是啊，他就把子看。机器讲了多久？又花了10分钟的时间，那张纸终于跑出来了。他说：“虽然你现在全身脏兮兮，虽然呢，你现在衣服穿反了，眼镜戴歪了，虽然怎样怎样，不过呢，你依然叫做莫相信。你身高依然170公分，体重依然60公斤，你依然搭下午2点的飞机往美国洛杉矶。不过。”不同的是，你的飞机已经飞了。这故事，这个笑话是在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相信15条不会是为我们好，相信10条大约是为我们好，相信这个道场所有的浅显都是为我们好，才做这么多的努力。为什么我们要建这么大的佛堂？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么多的班会？为什么要弄一个亲密班？大家在这边撑。刚刚。对啊，就是，哎呀、啊，对，为什么我们前前要一个班会的成立，他要事前的讨论开会，要很多前前集中很多时间，每个星期都有家庭哎，每个学姐哈，看年龄不同啊哈，有的小朋友嗷嗷待哺，要喂奶要干嘛，要托给婆婆，托给妈妈哎哈，很多前前到家里都很忙哎，回家煮饭给先生吃哎，今天他为了开这个会可能。估计吵了2-3次架，你也不知道啊！哈，这么多钱，这么付出，为了我们就是要相信，说我们要不要当莫相信？不要哈！所以我呢，所以啊，我们要相信这一切的事情哦，都是为了我们好啊。那我们要很认真啊，来钻研我们应该要学的轨道的。那再来第8点呢，是不泄露天机哦。那一段咱买好看嘛，咱用台语来唱听，好不好？这是有个心理无心理下楼的秘宝，上不传地府，下不传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哦，
他一起去天天练练一些。对对对，好，那。
他就有求道，他就觉得哦，道真是好，因为他说他是一个谈吐的女友，他觉得道真的很好啊，这么好的道呢，叫我讲哦，我比较不好意思讲，要是这样，我比别人看不来，我都卖弄了，我就把自己道说完就好了。然后有一天呢、啊，他们家的那个厕所浴室的那个瓷砖会漏水，这时候怎么办？要找水电工啊，好来修理啊。那我们家有人来做泳池，在旁边看着哈、哦，看到有人需要啊，就是也是预防他乱来啊，我们要在旁边负责看。然后这个水电工他用水电工很辛苦哎，水电工要把那个瓷砖刮掉嘛哈，还要水管装漏，看哪里漏水啊。然后用全身脏兮水又会喷啊，吼，又很忙很累，一直流汗啊，吼，然后搞得全身脏兮兮的。可是他就看到旁边有一个人啊，就是这个先生阿茂，他就说：哇，年轻人，我觉得你长得很帅，而且看起来又很有学问的样子。那、啊、你在哪里服务啊？又一边忙，吼、哦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好哎、欸，吼、哦，我跟你说哦，你像不像？你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啊？吼、哦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里有一个道很好哦，他那个求道之后哦。只要你做好事哦，就会上天堂哦，真的很好。你改天哦，你可不可以有空啊？就一边擦汗一边嘛，他也在工作啊，哈，他就一边那边工作啊，哈，然后在那边跟他讲话，就说我带你去求道好不好？跟你说那个道真的很好，我们佛堂里面有一个人怎样怎样啊，就是因为求道以后啊，你看他一直讲一讲，很热心啊。这个时候，这个阿妈就很惭愧，啊，真是惭愧，不是第一下你还辛苦哈，不辛苦花。然后忙着这样脏兮兮的，你还这么热心要跟我渡啊，要渡我去求道这样。然后我阴森森哈，人家说阴阴没袋子啊，又会赚钱，又不用担心三餐没饭吃。然后我又会讲话，我又是一个高知识分子啊，我就是不要是最高知识，我又有听过书啊，我来讲应该是会更，就是说力量会发挥的更大更贴切。然后呢？他就觉得当下就觉得很惭愧，他就被这个水电工的热忱、热心度人感动了，他就决定我要发心哈、啊，要立愿，我要把这个这么好的道把它宣扬出去，因为他就去决定要把这个道发扬光大，因为他被这个水电工感动了，因为水电工真的很辛苦，可是他还是很全然，他就说啊，这个谢谢啊，我爱你。感谢你啊，吼，阿哥也好好想了呢。然后他就说，没有，他就说，啊，你负责啊，很好啊，好啊，太好诶，好负责了啊，吼，爱继续，爱去，对，他也不忘成全他，也不会想说，哎，他已经求到已经没有渡人，不是会有业绩吗？所以说，他一定没有业绩谈谈啊，吼，然后我还继续一直成全他，我一定要花时间来补偿啊，吼，要来成全。那个成就一个不一样的，要学一些东西怎样的？所以说啊，我们不可以遇到不幸，不可以独善其身哦。那指点呢是不量力而为哦。这倒是不实心修炼哦。那这边有一个那个寄语很好哎，那后学写下好，劝君欲善欲无钱，它有点像。
不好意思哦，字越来越丑啊，这个是这样一行的啦哈、哦，这个是在下面，要写不下去，就是劝君欲善欲无钱，真的是不要安安过气气的呀，我安生气了，我不敢嫁，我那育幼院的小姑娘都可怜呀，我不敢嫁，我就发过来，谢谢，谢谢谢妹妹。其实是这样，劝君欲善欲钱，那我们的佛堂有要做什么吗、啊？那如果我们说我们各位钱钱多，能力范围许可的话，我们来捐献一下的，就会有这种，哦，对啊，就看人啊，劝君欲善欲无钱，有，就是真的有，你会说，不咯，哈、啊、呀，那四大名头用万千，没有也会生出来，就是真的没钱。也要去借出来哈，因为事情到了嘛哈，事到临头啊，已经要用了哈，1000块也要拿出来，1万块也要拿出来哈，已经不会说没有了，没有怎么办？没有，已经事情已经发生，还是要去想办法解决哦。那若要留君还在世哦，今天我们有班会啊，哎呦，谢谢啊，这个工作空啊，我们来申请一下哦，就是托起之类啊哈。今天我们这个班会出来之后啊哈。人来这边佛堂就是护持道场，就是我们不一定可以成就到谁。这个水电工他怎么说他可以成就到这么一个厉害的高知识分子？好，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一个行为，我们的一个护持道场可以感动到谁，他可以帮忙到谁？一个数千生的老菩萨，他可以感动到年轻人。他年纪这么大，还可以这么虔诚的来听闻，来研究道理，那我们该好好跟他学习哦。那或是说一个年轻人。来家上毛巾，好，我说你会感动到谁？啊，我照片是那样的，你从哪里看的？是，然后我两个出来，咱瓦二。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一出现会感动到谁，那我们就全力以赴，我们就尽心尽力去做我们能做的哦。那啊，这边是无常一道万事休，在哪也要去啊，因为黑白无常已经到了。其实就是说，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花费呢？你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这样说话、啊？可以这样用？讲句比较残忍的话，棺材里面躺的不一定是年轻人，不一定是老人的哦。谁知道谁是哦？对，所以我们要善用时间哦，要把事情关那个规划好。那还有、在国家他们是有说，就是捐献方面，我们就捐薪水的1/10出来，因为像3万至3000，就是。能力范围之内啊，哈。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做出大慈大悲哈，大舍大的那个哈，你真的超过能力范围，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啊，日子苦了一点而已啊，哈。日子再苦都可以，我们家小时候很穷很苦，可是也是可以把四个孩子都养大哈，因为有人就有福气啊。其实不一定是说要捐多少或怎样啊，就是把它规划好。其实像现在大家都出有一些钱钱都出社会啊哈，就是要把它规划好，不是说我要玩起来我假顺呢，我几个月盈余，几个月所剩呢哈，户口大概可以几分之几出来？那、啊、难道没有剩或是不宽裕的里面了吗？哈，其实这是比较现实一点的。其实我们以上10点哦，10条大愿就是我们的班训。